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《要健康就运动》。今天我们要做体干体操。什么是体干体操呢？体干体操呢，就是从你的身体的中间做一个出发点，来活动我们的每一个关节。在过程当中呢，你要帮我保持顺畅的呼吸。如果觉得紧绷的话，就把动作缩小，或者是稍微暂停下来都可以。准备好你的瑜伽垫，我们一起开始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预防膝盖疼痛的动作。那如果你有急性的膝盖扭伤或是疼痛受伤的话，还是记得要先去咨询过医生的意见。我们先从简单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原地帮我上下踏一踏，感觉一下你今天的膝盖状况如何。如果只是微微的酸紧，那待会的动作可以做得稍微大一点点。那如果是非常的酸，或者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疼痛的话，在过程当中，请你都记得发现疼痛的状况，就要先帮我把动作停止下来，或者是把动作缩小，千万不要勉强哦。将双脚慢慢的打开，向外踩，同时感觉一下脚掌的力量，我们的脚趾头、脚跟、足弓每一个地方，再帮我把脚踩回来。往外踩，开始动到我们的髋关节，我们的大腿。正面的时候，膝盖帮我向上抬；往外打开的时候，脚帮我向后勾，感觉你的脚跟靠近臀部的方向。我们再做几次，往中间，大腿向上；往旁边，脚后勾。脚跟靠近臀部，往中间，大腿向上；往旁边，大腿后勾。如果你觉得不太稳定的话，你的手也可以扶一下旁边的墙壁，或者是在前面放一张椅子，帮助你身体稳定。双脚打开，最后一次合起来，脚趾尖帮我朝向前方，大约是膝盖的方向。双脚打开臀部的宽度，我们将膝盖弯曲，向后蹲，再伸直，弯曲，再伸直。我们再做几次动作，记得先都帮我从小再慢慢加大，开始感觉到大腿用力。通常我们的膝盖如果会出现慢性疼痛的状况，很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的大腿的力气不够，所以会把身体的重量全部挤压在我们的膝盖上面。如果你现在呢，膝盖是健康的，还没有出现疼痛的状况，更要做这个动作来预防和保养。帮我停留在底下，将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将肩膀放松，下巴微收，眼睛看着地板。我们让重心轻轻的转换，放到脚趾尖，放到脚后跟，小小的前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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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次。重心回来，让身体慢慢的推起来。一样的动作，我们再试一次。脚趾尖朝前，双脚打开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。膝盖弯曲，吐一口气往下蹲。吸气站直，吐气弯。吸气站直。重点不在于你的身体有多低，而是感觉到脚开始出力，臀部向后。想象有一个椅子在臀部的后方，我们的臀部要去靠近那个椅子。准备停留，手轻轻地放在大腿的上面，重心转移往前，脚跟轻轻地离开地板，往后，脚趾头勾，前后前后前后，将身体慢慢的起来，将双脚打开来，
两只脚呢要比臀部还要宽很多很多。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可以把手拿起来，大约是你的手腕的正下方，大概是脚踝的位置，将膝盖弯曲，从髋关节开始向外打开，大腿、膝盖、脚尖都朝外，我们往下蹲三个，三、二、一，第四下把脚伸直，再做一回咯，三、二、一，上，三、二、一，上，三、二、一，最后一个，三、二、一，我们往下，将手留在大腿的上方，将臀部微微的向后，让身体向前，轻松的移转你的重心。现在不只是大腿的前侧在出力，大腿的内侧也要用力。将身体来到中间，手轻轻的把大腿向外推，将肩膀找到另一侧的膝盖，身体跟着转过去，回到中间，另外一边，手把大腿向外推，肩膀往另一边的膝盖，中间回来，两边帮我轮流推脚的时候，请吐气，中间吸气，吐气，中间吸气，吐气，中间吸气，最后一回吐气，中间吸气，让身体慢慢回来。一样，我们做三个蹲，第四下往上。现在把动作呢慢慢的加大，我们做小的、中的跟大的，双手来到大腿的上方，小、中、大，往上，小、中、大，往上，加油，下、下、下、上、小、中、大，最后两趟，小、中、大，最后一次要帮我停留咯。身体停留，将髋关节向后，身体向前，手来到大腿的上方，扭转你的身体，肩膀靠近相反边的膝盖。你的大腿目前还好吗？记得开始之前提醒你的，如果发现身体出现有点点酸痛或者是疼痛的状况，可以把动作缩小或者稍微暂停，慢慢的让身体起来，我们把脚收回来，脚趾尖朝向前方，臀部的宽度，让身体放松，手也放松，膝盖弯曲，身体放松下来，我们来到一个前弯，你目前的最低就好，手找不到地板，可以扶着脚，伸展一下腿的后侧，让身体留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脚弯曲，双手稍微向前走，借给我你的右脚往前，右脚跟双手变成一个等边的三角形，所以不会斜斜的或者是一前一后，将左脚放在后方，两个膝盖一起弯曲，我们试着把后面的脚向上抬，再往下，上下上下，高度不用很高，你只要有感觉到大腿正在出力就可以了。下来的时候记得膝盖要先帮我弯曲，最后一次，我们在地上换脚吧，将左脚放到前面，右脚放到后面，双脚一起弯曲，往上抬，上下，下蹲的时候记得吐气，最后两个，上下上下，
直接帮我把后面这个脚轻轻的跪下来，将两只脚向后，我们来到跪坐的姿势，让身体放松，轻轻的左右活动一下，大腿的肌肉除了要锻炼它之外，同时伸展也是很重要的哦。最后我们做一点点的伸展，将臀部侧坐一边，将右脚向前伸直，左脚弯曲，两只手在身体的旁边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身体向前走到它不能再走了，就帮我停留，肩膀脖子放松，可以把前方伸直的脚稍微勾脚，跟脚尖向下活动一下，感觉到你的小腿甚至是膝盖的后侧都开始在伸展。这样身体慢慢的回到中间，相反另外一只脚，背向上，吐一口气，身体向前，手向前走到不能再走就停留，上半身放松，前方的脚勾，脚尖轻轻的活动。这个前弯的目的呢，不在于你的身体有多低，而是要真的伸展到腿的后侧，尤其是我们的膝窝的下方，轻轻的活动一下。这样我们的身体起来，双脚都向前，脚勾脚尖活动一下，两只手顺着让身体向下，一只手找一只脚，双脚轮流，一个勾脚一个脚尖，一个勾脚一个脚尖，身体呢就自然的跟着你的脚一起活动，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小腿膝盖窝窝的下方。有时候膝盖会疼痛，也是因为膝窝太紧的关系。我们再让身体回来，最后一个动作呢，要伸展大腿的前侧，让身体侧躺一边，手肘轻轻的放在地板上，将底下的脚弯曲，手呢来到小腿的位置，轻轻的顺下来，抓到我们的脚踝，将脚向后带，如果还有空间的话，再把脚向后拉，觉得稳定的人可以帮我把底下的脚伸直，眼睛看向脚的方向，再把我们的脚轻轻的放下来，膝盖弯曲，相反另外一边，侧躺的姿势，手放在地板上，记得肩膀不要向下掉，两个膝盖弯曲，首先找到你的小腿，再顺下来，肩胛骨收，手向后，带着你的大腿向后，稳定的话再把底下的脚伸直，眼睛的视线自然的平视前方，要回来的时候记得脚先弯曲，再把手放掉，这样身体慢慢的回到中间，来到轻松的坐姿，将两只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轻轻的顺一顺，来到膝盖的上方，做一点点小小的画圆圈，再把身体回到中间坐好。今天的预防膝盖酸痛的动作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运动，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关节跟关节之间活动度都变得稍微大了一点点，我们的肌肉也变得比较柔软有弹性了呢？每个运动都需要你每天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练习，你就会发现身体给你大大的回馈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